今天我们原本规划是要走金平山到牌子山的金牌弧形，但是因为下雨，所以我们改走轻松的步道，从观音洞走到蝙蝠洞，准备出发 ，Let's go！ 大家好，我是 Hutch 阿正，走，我们准备前往蝙蝠洞了。小步道旁边有一棵倒木，要小心呢、啊。啊，这里有倒木，要小心呢、啊。旁边是三明溪，沿着溪畔来走，步道很轻松。铁桥已经到了，好快我们就走到铁桥，准备过铁桥了。哇，兴奋兴奋，这个屁！U-Bo I'm now。这里是铁桥，海拔高度是466公尺高。目前时间是9:15。这底下就是三明溪，哇，看一下那个溪谷，其实很深呢。底下就是三明溪了，溪水涧，哇，声音，从山而流。我们现在接到步道了，轻松的步道，啊？好滴啊！要行金平山了，旋转楼梯到了，下去就是蝙蝠洞了。他开始写错字，他在观音。到了，这里就是蝙蝠洞，漂亮的蝙蝠洞。哎呀，金主师，我是蚂蚁姐，我是蚂蚁姐。我来看一下怎么嘞。没有，刚刚有人比了。走第一个的，那个啊。这里是蝙蝠洞，海拔高度是442公尺高。在我后面呢，就是水帘洞瀑布。昨天有下过雨，所以流量比较大一点。然后现在在我后面呢，就是蝙蝠洞。看一下地上啊，那个土壤其实就是蝙蝠的大便哦，土壤很肥沃。再来看一下这颗石头，有没有像公鸡一样？这叫公鸡石。目前时间是9:35。
现在这里是休息区的瀑布。这个瀑布呢，因为昨天有下雨过，所以水量还蛮大的，真是漂亮。这里距离观音洞剩下不到100公尺了，所以距离很近了。这里海拔高度是213公尺高，目前的时间是10:20。就是这里，还有老婆妈，手很大，准备往前行走。你看一下这个指标，金平山的指标就在这里啊啊！这里是金平山的入口，海拔高度是831公尺高。目前的时间是11:20。这里就是金平山，它是一个三等三角点，海拔高度是912公尺高，目前时间是12:01。看一下编号，编号是4171号。金平山，我来来挥手姐，挥手姐，我们要回去停车场吃午餐了。云雾已经开了，我们可以看到很远那边就是树林焚化炉，旁边就是莺歌。这边是观音山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哎，对，前面可以看到观音山，就在前方。有些你没看到。一些观音山山，你看多厉害！你看这个观音卧佛。回到了金牌岔，这里就是金牌到牌子山的岔路。因为我们等着去吃午餐，所以今天就不走牌子山了。往牌子山旁边有一条路可以下到马路吗？我们去看一下。我们走一个不一样的路。一点点的丛林穿越，然后
插到底下的马路。要买路灯啊！要干啥嘞？好，穿过樱花林下去了。我已经穿过了樱花林了，下来了。哇，小小的丛林穿越。好，高点，安尼。这是新的，这是舒服。我要卡点，卡点安尼。制作稍微30公尺。我老公顶管那个零线的是安尼。安尼后边，你只叫做后边，为只樱花林只地去。为只地只切起来哈，好。好，如果要走牌子山，就是要越过这个山啊。连线山脉，走到前方有一个雷达站，雷达站就是牌子山，中间这个山丘就是南峰。回到了停车场，这就是我们停车的地方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没有走的这条连线，啊，牌子山步道，前方就是金明山南峰。再继续走，会经过竹林。因为我这个竹林的后面就是白石山，山上有一座雷达的发射站。我们现在回到了停车场，这就是我们早上停车的地方。我们今天的目标呢是走后面的金明山。好，金明山在那个方向已经完成了。孩子山，这个是金明山的南峰，然后今天并没有找到，下次有机会再来走。好，这里海拔高度是113公分，目前时间是12:54。今天呢，也算是完成了金明山的登山行程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这里是悠然秘境，悠然森林咖啡。有咖啡、青石跟音乐，我们就上去参观一下啦。很漂亮的森林咖啡馆。这里是悠然秘境咖啡馆，哇，超级漂亮。